来，老铁们，今天给老铁们介绍一下这个咱们家的恶棍连绳复合弓啊。首先呢，介绍一下咱们的弓呢，目前是纯进口的啊，不是原厂代工的便宜弦。其次呢，然后咱们家的弓的这个做工方面啊，表面是非常漂亮的，还有呢，咱们的弓片底座是不惜成本啊，为了老铁们人身安全啊，也是配的甲盘底座啊。剩下就没有别的了啊。剩下就是它的稳定性是非常牛逼的啊！咱们打一下这个饮料瓶子啊，哎呦，哇，完了，飞到寨子那边去了啊！来，老铁们，咱们再追着瓶子打两下啊，在这儿呢，卡在草里边了。这下真看不见了。